跟你们说什么？金钱呢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真的非常重要，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今日我大概半年前，我买了一个空炉，今日我用啦，继续用，继续用啦。咁啊，然后我觉得有一次喎，咁你知道我啦，反正我就用小空炉很方便。点啊？因为我觉得有个盘子用大空炉放进去也是蛮很好用嘛。咁啊，我带紧一个空炉用嚟训练啦。咁啊，我一分用呢个小空炉没问题嘅。我打开咧，就里面做东西，你看过啦嗬，没问题。哎呦，真系见那个空炉啊，大空炉杀喷我了，为什么？你看哈，因为小空炉呢跟大空炉是不同 design 的。还有啊，我刚才有试来了，我不敢开灯了，因为之前我开灯呢就会给灯颠倒。咁后来我就拿起灯笔点一下，哇，嗰张点嗰张笔啊，有灯就出来，哇，我很害怕哦。咁为什么那个炉好厚的？咁我有曾经打电话给嗰个发展商，即呢个商家打电话问他，他不理会我。每个人都是一样用的啦，新的炉也是一样的，会不会你用的不好啊？你开着为什么你要动它？人家说，我说不可能的嘛，咁我不小心，我那小孩子走过来，摸一下，咁咪死掉，对不对？哇，吓到我真的，为什么我真的很重要？我什么视频都不拍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这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不是钱不钱问题，也我们的安全问题。为什么？所以买的时候呢，你也会选择。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它会过关？这哪里可以过关？因为这些小空炉呢，我用的大概真的用了几十年了，真的没问题哦。因为我打开了，你看到我啦，在里面煮啊煮啊，对不对？咁啊，然后用个大空炉啊。咁啊，用嚟训练咗一次啦，我打开到，去做医生啦，嗬，因为我成日没有脚啊嘛，咁啊，哇，不小心跌到这里，哇，跌手我个，跌到这里，哇，咁啊，立刻，咁啊不行啦，我就打电话给个商家，个商家就说，空炉就是这个 design， 问问你自己什么什么，说很多废话，咁我不可以理论噶嘛，你说咁多，我又用嚟训练咯，咁啊，我然后咧就去问我的好朋友，你有没有带个红炉？你们有没有带个红炉？咁后来我走过去，哇！我请了个专家朋友专家，因为我不太熟那种东西嘛，咁啊，请我朋友专家对呢电池很认识嘅，个 design 啊，什么都原理，什么都懂的。咁啊，然后他试下，哇！吓一惊，为什么那种炉辛苦？批准他们卖给了消费者，所以后来我觉得，哇，很恐怖哦，因为不可能你用这手，我讲你不送我们啦、啊，对，哎，你煮东西不，你为什么要触碰它？不是触碰它，因为如果你用的时候不小心或者小孩子走过来摸一下，哇，哎，那个握手蛮高的，我给他见到了。吓到我要命啊！咁啊，然后咧，我就想啦，我就问我专家啦，电池嘅专家，为什么大红炉跟小红炉我用咗几十年没问题，为什么要用一下呢个有问题啦吓？咁后来他将个红炉拆开啊，同埋加上我朋友嘅红炉也是有一个问题，同一个问题，原来整个红炉有电，原来里面嘅 design 系不一样的。因为那种呢是一种玻璃的管，有个塑胶没有铁的，那个炉呢就用铁来烘煮的，所以铁就会传染的电嘛，那那个炉也是铁的嘛，那么铁跟铁的接触了完全没有，塑胶跟玻璃是完全绝缘的嘛，不会有通电的嘛，所以后来哇吓到我要命啊，所以我给它颠倒了之后我就很紧张，我告诉我的朋友，那你的空炉还有呢，我大概有两个朋友加上我三个了，他的空炉出个问题，后来他说不紧要了，命重要啊，如果我的小孩子我的孙啊不小心颠倒怎么办啊，哇，
咁后来我就觉得真的一定要体你们，体你们，因为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我觉得呢，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红炉是完全用铁的，那条烧红那条滚啊，里面条滚啊，这个滚是用铁的。为什么我成日不敢插钉给你啊？本来我上次试的时候没问题，后来最试一下，我拍视频试还给你看，剁一下对不对，有钉走出来。后来整间即系塑料嘅标啊，哇，真的很危险，这个钉真的很危险。所以变成我就告诉你们，我投诉这个商家，他也是不会答我，不管不理。即系我感觉，给我感觉这个路就是他的 design 不好。为什么他会过关？好像美国签证咯，你知道啊，我不用多说了，好像美国签证这个辛苦一样咯，为什么会过关我不用再说了。所以你们真的千万要小心微波炉呢，我不知道了哈，只不过我就针对的烘炉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design 跟这个烘炉的 design 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是用玻璃管的，所以我对这行呢也是一点点认识的。那我请这个专家来他会好好解释给你听，因为我的解释可能令到你们不太清楚啦，还有我不是真正的专家嘛，只不过我给他颠倒了之后，哇，我很害怕了。 OK， 那我请个专家来解释给你们听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解释一下这两个，这个跟这个烘炉跟这个烘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？它的管，你最主要你要看胶跟开啊。你看这一种通常比较小的烘炉呢，它是一种玻璃管来的。玻璃管。玻璃管来的啊。另外呢，它比较安全，因为它这里呢有一些好像是。我不懂是些什么啦，这种总之是一种绝用来绝缘的，它跟那个机，这个烘炉的机身呢是不没有接触到的，连接没有连接的。当它发热的时候呢，它的电呢它是没有接触到的，就好像这个，其实来讲呢，假如这个是一个烘炉。通常来讲，烘炉的电线里面有三条线，一条是火线，我们英文叫 live， 另外一条叫中线，火线经过那个 heater 那个发热管，它会发热，发热之后，然后再那些电流呢再回流，从中线回流回去那个 source 里面，那个电源里面，所以呢形成一个回路。这个呢，如果它是这样的，火线经过一个发热管，中线它中间这里发热，如果是玻璃的通常没有问题，玻璃的就是说你跟这个机身没有关系， 不会接触到那个机身，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啊。可是就是你看啊，这个烘炉，你它的发热管 是怎么样呢？这些是它的发热管，上面也是它的发热管。这些发热管呢，通常这种烘炉呢，般是比较大型的烘炉来的。它的发热管呢，是一种金属来的。而且呢，你看啊，它是这样的。它跟刚才那种有什么不一样？刚才那种是玻璃了。最主要问题，最大问题是，这一种烘炉是不安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到这个金属跟它的机身，相对来讲，它是没有什么，差不多是碰触到的，这些是有接触的。完全接触。跟哪个机身是有接触的？完全有的。
一旦它碰到那个机身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好像这里啦，啊，刚才是只有这里碰不到机身，那个机身没有问题。它如果是这种，它是这个部分这两段，这次发热管的两段是啊，有机会会跟那个烘炉的接触到呢，它不是很厉害啦，你可以说是不是说完全固定的接触住。如果真的是固定接触住呢，你一开它会这个跟马上它就会，因为我们有通常有水线保护的嘛，它就会跳那个保险丝。可是它不是说完全的接触到，它有一点点碰到怎样变成呢，如果就是说它的水线不会跳的，变成呢人这个机身呢都会有电的，因为这个是火线，它有机会会碰触到了的，就是说这部分这个火线经过这个有机会会碰到这个机身，可是它有一点点怎么这样，有一点点，所以通常呢我们你会看到呢这个其实是有电的，因为你磨通常前面呢你磨上去是没有事情，因为它前面呢是镀了一些所以呢它是啊，你磨上去呢你不会感觉到它有电，可是后面来讲呢就不一样了，后面来讲呢很多时候这里是没有电镀的，没有一层电镀在这边的，不会有绝缘的，所以人碰上人电，我们电下去呢就会给电到的。如果你拿了这啊，你拿了这个电，这个电笔啊，你会感觉你按呢，你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呢这里会亮的，就是说这里是有电的。那个是他刚刚我们拆了跳标了，因为刚才是，所以我现在是不要再开了，因为呢他碰到了呢他会跳的，这个就是说看你的情况了，如果比较厉害呢他会跳的，他会火线碰到这个机身呢粘住了个水线的嘛，粘住水线呢它就会经过这样进去一个 short circuit 这样，它一个短路啊，它就会跳保守线的，所以现在我再开呢我相信跳的机会很大的，所以呢现在呢如果它不跳的话，有时候它不会跳的，为什么不会跳，因为它不是说很严重，它是电一点点碰到人呢它水线是不会跳的，可是它还是有电的，它还是有电的，你用这个电笔去碰下去呢，你会发现呢这里会亮的，这里会有光出来的，就是说表示它有电的，所以人一抹下去它就会给电到的了，就是说它这个不会跳，水线不会跳，不会跳保险丝，它的火线经过这个碰到了个机身，碰到这个机身，如果你的手抹下去呢，它的电就是从火线经过这里机身去到人，人是站在地上形成一个围路，人就会给电到了啊，所以这种电炉之前我也见过另外一款，也是另外一个牌子了，不是这个牌子了，它也是一样的，它的 design 呢，它的设计呢也是这样的，金属管呢这里呢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一些绝缘的东西的，所以呢它碰的机会是很大的，它的有就是说这个发热管跟这个机身的碰到接触到的机会是很大的，所以呢其实所以我不建议你们买这一种电炉，如果要买呢就买这一种比较小的，比较小型的，而且这种便宜很多，它买呢是买玻璃管是比较安全啦，一来是比较安全，而且这里有一个绝缘的东西把它跟那个机身分开来，是不会发即使它里面发热出来，那些电也不会碰接触到那个机身，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啊，我还有补充几句啊，真系那个炉，我两个朋友都有那个问题，加上我不同的牌子，三个不同的牌子都有那个问题，就是那种这样的炉。
弄得我们很危险，我很怕对你们说，当你们冲完凉或者小孩子不小心或者抱了纸尿片，纸尿片有水的吗？哦，完蛋了。所以真的真的我真的很急，甚至我不管放低很多东西我都要做这个视频告诉你们先，因为安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。如果真的你们买了之后，我都希望你们不好吝啬的丢了，真的丢了了。因为如果你为了一点点避免不到的，好像我现在为什么不用脚啊，危险哦，一度用一度怕，一度做一度怕。所以我现在没有用的时候，我就用小空炉做很多东西给你们，教教你们怎么煮怎么吃，很方便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如果炸鱼买不买都不是问题了。如果你家里真的有这个空炉，我不怕对你说立刻丢了了。如果你不相信的，或者你拿一个钉那种笔，开着个钉炉钉笔，你将我擦，真我现在不肯擦了，因为刚刚跳标了，整个标跳了了。咁啊，擦着之后整间屋子黑了。擦了之后，你可以用这个钉笔。那我教你怎么那。前面通常是，通常如果它多了一针东西呢？是绝缘的话，就是就没有你会不会亮的这里。可是你它的后面你看一下呢，你怎样看呢，它是会发光的，就是表示这个有电流通过的。不管它是大也是小都蛮厉害的，它的电蛮厉害的。你抹下去呢你会给电到的。那所以我最三得是提你们。不是那个空炉方不方便，贵不贵，不是问题，不是问题。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冲完凉啊，或者洗湿个头啊，完蛋了，我对你说。因为电看到水整个烧掉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管它有多贵多方便，我希望你考虑啦。因为我有那个问题才是很有一种关心你们。不要以为人家制造一座产品出来为什么我不可以用。你知道现在的世界，你看到现在这个世界，每一样东西不跟你说道理的，电炉一样的没有跟你说道理的，为什么他有的买，我现在都怀疑的，没怀疑都没有用。因为那个电炉我出世都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可能买到现在他不怀疑了。所以我发觉了，你不要说我厉不厉害了，因为我个人比较敏感的，看到什么东西我都会研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臭虫就成了，有几多个人？我相信成一零平方一个人能够将个臭虫发出去，给你们不用找很多钱来弄你个臭虫，臭虫咬你也好啦。譬如我前一段有个臭虫关于咬你的，即是臭虫咬你，人人很重要，我拍了了。那我打好个字幕我放上去，因为臭虫咬呢就跟普通是不一样的。譬如我因为被臭虫咬过嘛，叮过嘛，那么三个包包咬来了之后，哇，一个月两个月都痒了个地方。所以我就发现有一个是暗错是黑球的那个枝，小小的枝，哇，帮助很大。我已经做了视频了，我希望你们好好看一下啦，因为我的发明呢真的蛮对你们有帮助了。所以我坚持提你们，这个就是安全问题我不会陷害别人的，因为陷害别人对自己也不好，对人家也不好。只不过我真的真真正正这个专家将这个东西拆开，将它分析出来给我听，你知道吗？我听了之后整个人震起来了。幸亏我上次给他电的时候，电动的时候我没有，我头没有，我身上没有水分。如果我洗了个头了，或者刚刚冲完凉了，哇，完蛋了。你不要说，有的时候你不要为了一点点，哎呀
这你说我夸张也好，不夸张也好，如果真的我很衷心告诉你们，如果你家里有那种大大的烘炉，是用铁做的管的烘炉，你立刻丢了。因为我曾经打电话给那个商家，他的解释就是告诉我，以前都这样有了，为什么你现在来投诉？这样我觉得很无理取闹嘛。对啊，这么多人投诉，为什么是我一个人投诉？不可能的嘛。所以我就觉得要保护自己先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怎么都要靠自己想办法，认为观察力强，没说人家就用，我可以就用，没问题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自己找很多麻烦给自己，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够深入研究。我个不一样，我对某样事情很注重很注意的，好像我用马桶放油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相信现在都没有有人用，相信有人用，但是不多，因为他们习惯了嘛。你看我还有个视频做了啦，只不过没有赶得来放字幕，放好字幕。我仲有一个视频是关于做马桶的，那个马桶很用怎么清洁它，你看一下我照片就知道，用了一年多的马桶，哇，我照给你看了。为什么我有马桶发明放油，马桶放油，为什么我有臭虫，治臭虫的东西来放，嘿，我可以想得到，别人可能想到，但是起码来说他没有放电脑。我就是影了，我已经放了电脑告诉好多人，人家不相不相信没问题，最重要我紧紧说，我紧紧肯定紧紧研究，起码来说你看我的臭虫其实为什么我的臭虫没有这么多人订阅呢？因为现在 YouTube 滚得很厉害嘛，咁啊滚得很厉害呢，变成呢我们做的时候呢就变成很难出来，后的视频很难出来嘛。咁啊出来不多人看啦，人家也不太相信啦，哎呀怎么小人看也不相信啦，都没有所谓啦。因为我证明给你们看，我的东西还肯定的，很有把握的，没有骗你们的。好像今天为什么我很长期请这个电器的专家来解释给你们，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，你把电的洗的还好，最怕洗不掉啊！啊，还有小孩子，你知道小孩子周围摸周围爬，如果真系屙你一包尿啊尿片啊，哇，立刻洗掉了。唔系啊，冲完凉啊，那小孩子每一个都包纸尿片的嘛，纸尿片湿的嘛。咁你说小孩子不小心啊，看到个红螺啊，很美啊，摸一下，哎呀，你看那个多一家很大很大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虽然我今天很长期，难得有个机会跟你们分享我的心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，不是我长不长期，因为是我们的生命的，你明白吗？不仅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孩子，我讲我的朋友不小心带的孩子来到我家里，咁我不小心看见个红炉啊，我朋友个孩子不小心啊，破个电炉。哇，有电视了，你跟他先怎么内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不是我们争取任平方有没有夸张，你相不相信也好没所谓，只不过我告诉你，最重要安全，对得住别人，对得起别人。如果人家不小心来到你家里，小孩子摸一下你的电脑，哇，出咗意外死掉，你看，你那世，即系为什么我真系很严告诉你们呢？因为我觉得真系蛮重要，蛮重要啊！即系好多事我们每一个人就疏忽了。人家怎样做嘅咧？马桶放油哪里有？你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林平方就是因为林平方有那种心得，有那种耐心，有那种。以前几十年，哇，个厕所令得我很头痛。今次个厕所给我发现一个好方法给我咗之后，哇，我整个人超轻松啊！
因为我可以帮助人家解决很多问题。你知道山岗地方就满口睡觉的，你明白吗？不是因为你一个人，你明白吗？真的就厕所睡觉，吃饭什么都有。所以你说我发明马桶放油，真的值得推广。所以我个人就是这样啦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就紧紧好狠丁告诉你们，林平方不会说大话，不会夸张的。为什么我将这个牌子借出来，就是因为我不想伤害到你。因为不止这个牌子，很多牌子我try过来了，也出现这个问题。所以变成我你们要知道，不是各间公司的问题，就是一个红路的 design 问题。所以你们好好地研究，值不值得林平方今次很严肃跟你们分享，就是因为我们给我们生活比较安全，不要为了个空路，哎呀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你知为什么我不用过夹？我曾经一个月两个议会厅堂试的师傅个人一扎在印尼的，印尼的七个人啊，有七个人啊，那个家庭啊，死掉五个，就是个夹爆炸了。还有法国，有一个法国佬80几岁，也是爆炸了。哇！我其实呢，几十年了，我因为我做人很小心，一度用一度怕，一度用一度怕。为什么我真是咁样告诉你们呢？就是因为我最近用烘炉用得很多，还有发明很多烘炉嘅东西给你们参考，因为好处很多，你看一下值得推荐给你们。因为我的烘炉煮东西一级棒，还有你家里你也保持得常常有好东西吃。OK， 我说了这里很抢钱，对，真的很抢钱，只不过是我衷心一种告诉你们，不要看清了这个烘炉，人家这样用，我也是不怕，几十年、几百年都这样用，我不怕，不要急。你不相信的没所谓，是你自己的个人的选择，只不过我自己永远都是告诉我自己要安心，要给自己安心。 OK， 拜拜。